动作要求：两脚开立一肩宽，脚踏实地，膝盖微曲，松胯竖脊，腰腹放松下沉。颈椎上领，下颌微内收，目视前下方，眼角放松。两臂自然下垂与裤线两侧，掌心朝内，肩肘自然放松下垂，精神放松，内心清静。动作要求：两脚开立与肩宽，脚踏实地，膝盖微曲，松胯竖脊，两拳握于腰间，拳心向上，交替向前冲拳，出拳后拳心向下，前冲呼气，回收吸气，伴随气道发声。